一阴一阳之微道，既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仁者见之谓之仁，智者见之谓之智。百姓日用而不知，故君子之道鲜矣。显诸人，藏诸用，古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。圣德大业，至矣哉。富有之谓大业，日新之谓圣德，生生之谓义，成象之谓乾，效法之谓坤，吉数之来之谓瞻，通变之谓巳，阴阳不测之谓神。